好，下面的话呢，看一下这个Python 里边的另外一个数据类型，叫做列表，叫做列表。列表呢，可以说是在 Python 里边呢使用最频繁的一种数据类型了。那么原因呢是列表呢，它可以完成大多数集合类的数据结构，并且呢去对它呢进行实现啊。那一般的话呢，像比如说字符串，字符串呢，它只能去满足一种数据类型，对吧？里边呢，就是说你双引号引起来，它里边呢都是长得一样的，对吧？比如说你现在呢想在一个数组里边去实现既有这个字符串，又有整数或者含有浮点型的数的时候，那这时候呢，单一的一个像我们在以前学习这个数组的时候，在 Java 里面数组，那这是难以实现的，对吧？但是呢，在 Python 里面在 Python 里面，它就支持这样的数据类型就是说综合的一种数据类型。那列表中的元素它的数据类型呢可以不相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然后呢，它支持数字、字符串，甚至可以包含这个什么呀？列表，也就是我们在这儿所谓的什么呀？嵌套它可以是很复杂的一种数据类型。就像上课的时候之前跟大家说的，比如说在数据库中的一个表中的一行数据，对吧？一个表中的一行数据，那么这一行数据类型都不一样，是吧？比如说姓名就是字符串，年龄，对吧？年龄就是，它不可能有年龄，对吧？有出生日期就是 data time， 对吧？再比如说它有这个性别就是一个字符，对吧？再比如说还有一些别的整形或者浮点型的，对吧？所以呢，在这里边呢，数据类型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就不能用单一的数据类型，而得用复合的。那么复合的这种就得用在 Python 里面，就是用列表用列表。这第二点。第三个呢，列表呢是写在方括号之间用逗号间隔或者用逗号分隔开的元素的列表。因为呢，它可以支持不同的数据类型，所以呢，比如说我用方括号画了一下，在这个方括号里边，第一个可以是一个双引号引起来的一个字符串，第二个可以是一个整形，第三个可以是个浮点型，第四个可以是个布尔型，能理解吧？那这些呢都是可以它允许它单独存在允许它单独存在。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下一点，和字符串呢一样列表呢同样可以被索引和截取列表被截取后可以返回一个包含所需元素的新的列表就是说和我们刚才说过的这个什么一样，这个字符串一样你可以指定这个，在字符串中我们可以指定第一个字符串和就这个字符串中的第一个位置或和到最后一个位置，甚至说其中的某一些位置的一个集合，对吧？那在列表中呢，它也可以实现这样的语法，而且呢规则都一样从左往右找列表中的元素的时候，那么从零开始从零开始，从后往左找的时候从右往左找的时候，从尾向头找的时候呢用负一用负一。同样呢，加号可以表示列表的连接星号呢表示重复。下面的话呢，先看一行这个示例代码比如说第一个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示例代码里边呢定义了一个列表，那么列表呢相当于这是定义了一个列表的变量，给这个变量呢赋值为第一个列表元素中第一个是个什么呀？字符串吧第二个呢整数吧，整数，第三个呢浮点，第四个又是个字符串，后面呢浮点，对吧？就是说一个数据类，一个列表中它可以包含有不同的数据类型那第二个后面呢又定义了一个又定义一个
列表。下面的话呢，就是说输出列表中的元素。来，下面呢，我们看一下啊。好，那我先定义一个叫做 list， 然后呢要用方括号啊，对吧？比如说简单点，两个单引号是，比如说这什么呀？苹果。香蕉。这没写错吧？我感觉好奇怪。嗯，好了啊，简单点啊。好，定义完了之后，写错了，没有，忘了复制了啊，忘了复制。哎，好，这是，下去之后呢，自己乖乖的写啊。下面的话呢，我们打印啊，输出这个列表中的所有元素 ，print 叫什么呀 ？print list， 没问题吧？哎，很简单啊，很简单。然后呢，再往下再定义一个 list 二啊，我重新定义一个啊 ，list 二赋值啊。赋值为什么呢？后面呢，我写几个整形吧啊，整形二十，一个浮点型，好吧，嗯，然后呢，完成之后 ，print list 二，可以吧？嗯，好，那这是我们说的这个，就是说，输出整个列表。那么，比如说，我想输出列表中的其中某一个元素。比如说 list 二，然后呢，里面的某一个，比如说，这是第零个吧，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哎，那下面呢，比如说零，就是什么呀 ，apple， 啊，然后呢，最后一个呢，比如说负一，没问题吧，哎。好，再往下，有同学很尴尬啊，123.45。嗯，比如说从中间的某一个，比如说从第下标是一，嗯，到下标为负一，那最后呢，这个下标负一就截止了啊，截止了，那就最后一个不输出，那就是中间这。中间这仨吧，哎，中间这仨，对，列表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呢去截取。哎，那下面的话呢，大家看一下，哎，能不能对列表中的某一个元素对它进行重新赋值呢？这儿能明白我啥意思吗？比如说，啊，这儿呢变一下 ，list 二，哪个是 list 二呀？就这个吧。很难，比如说我想这个 orange 啊，给它变成这个这几啊，二吧，假如说赋值为，然后呢我再输出整个 list 二，看到了吧？其实刚才在这儿的时候，你们就应该反应过来了，没报错，就是说能运行，看到了吧？哎，就是说列表它就可以支持里边的单个元素的修改啊，但是呢，字符串是什么呀？不允许的啊，字符串是不允许的，但是呢，这个呢就允许，哎，这也是它很强大的一点啊，很强大的一点。好，这是我们说的这个关于列表的这个基础知识。这个呢是连接啊，如果呢要连接的话，
刚才也看到我确实定义了两个列表吧，嗯，对吧，我这儿呢也定义了一个 list， 对吧，啊，还有一个是 list2， 对吧，如果把两个 list 连接起来呢，连接 list， 它就会先输出第一个再输出第二个，没问题吧。但是呢在这儿虽然它俩连接起来了，但是它俩二者的里边的元素有改变吗？没有，分别各自还是各自吧，各自还是各自，再往下乘，比如说乘以二代表重复两遍吧，重复 apple 两遍，对吧，那在这儿重复二十遍咱就不输出了，没啥用。好，这是我们说的这个列表啊，列表之间的就是说一些基本运算啊，基本运算它呢可以输出啊，输出呢直接输出这个列表的名称，然后呢列表的单个元素也可以输出，对吧，列表的单个元素还可以进行修改，修改之后呢一起呢再去输出，列表呢可以呢截取其中的某一个啊，某或者是某几个元素，对吧，列表之间可以进行连接运算，列表之间呢可以进行这个我们说乘法运算或者说重复运算，好，这是这块呢要大家呢了解的一些知识啊，下面呢给大家几分钟时间练习一下这块。下面这块呢要说的是Python 里边这块要说的是和 Python 字符串不一样的啊，就是说列表中的元素呢它是可以改变的，刚才呢也跟大家看了，对吧，哎，我们可以挑选这个列表中的某一个元素的值对它呢进行改变啊，改变完了之后呢它的值会发生变化，这是不但是可以这种一个一个的改变，甚至也可以是什么呀，拿出来一组然后呢整体进行什么呀改变啊，拿出来一组整体进行改变，就像这样的啊。那最后啊，最后呢甚至于可以拿出来把其中的某一段啊，把其中的某一段拿出来直接给什么呀删掉，这能看到吧，哎，就是拿出来其中的某一段呢直接呢就给删掉，就是说一组这个元组呢就删掉。那么有同学可以有同学可能会在这儿说，那能不能往里边添加呢，添加的下面咋办，那在这儿没有可以添加的啊，就是你可以把你列表定义好了之后，比如说进了十个，这里边有十个元素，但是呢你说我想往添加第十一个，那第十一个这没有第十一个的元素的下标你就不能去添加，明白吧，所以呢它不能自动的加长啊，但是你说我想把其中的一批给删掉，那它可以呢把其中的某一些给删掉，然后呢其他地方呢都往前面去补啊，允许这样的操作，但是不允许往里面去添加一个元素，对，只能短不能长。好，这块呢给大家呢做个演示吧啊。那我们呢就以这个 list2 为例，以 list2 为例，那在这儿呢刚才呢就说重新呢去给它呢编辑修改已经给大家呢演示过了，那下面呢再演示一个什么呀，就是说批量的编辑修改，比如说我呢对这个list2 里边的第，比如说从第这是下标为0下标为1下标为2，那2到5 1 2 3 0 1 2 3 4，第五个然后呢对他们呢进行赋值赋什么值呢，赋值为别8 9 10了赋值为这个 vivo
然后呢逗号小米，逗号是这样写吗 ？Lenovo 是，电脑还是好，然后呢，再输出一遍，变了吧？哎，这就变了，叫批量修改。那有朋友说批量删除呢？下标，然后数值控制。哎，没错啊。起始位置，就是开始结束，对吧？哎，开始冒号结束。好，那写完之后啊，写完之后，然后呢再重新打印，大家会发现少了吗？少了。少了。vivo 没了。对吧 ？vivo 没了，第三个位置没了啊，第三个位置没了。好，这呢就是这样的一个规则啊。那么在列表里边呢，有几个注意的地方啊。第一个，这个已经记过了，就不用记了。那在列表中。这个每一个元素每一个元素都要写在方括号之间就是说方括号，因为呢列表是以方括号开头和结尾，然后呢元素之间呢要用逗号隔开也第一个元素，第二个元素，第三个，以此类推这个就不用记了这个就不用记了。下一个，和字符串一样list 呢可以被索引和切片这块呢用了一个专业的术语切片。那这个呢就是说分割分割我们可以拿出来一个一个去用第三个 list 呢可以使用加号连接符进行拼接，刚才也看到了 list 1加 list 2把两个连接起来拼接一块但是呢各自还是各自自己最后 list 中的元素呢就是列表中的元素是可以改变的，就是说我们可以拿出来其中的一个元素对它呢进行赋值，甚至于可以拿出来其中的一段元素对它呢进行什么样重新赋值，那这个内容大家也要把它给记住了对于列表的操作对于列表的操作。好，这是关于这个列表操作这块的一些知识这是我们呢Python 里边的一个使用最频繁的一种这个数据类型。